我已经拉下脸和他谈过了，可他完全不听我解释啊。什么时候啊？前天啊，我在他房间里放了一只手表、一份生鱼片，还有一个气球，够诚意了吧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啊？手表的表，生鱼片的生，气球的气，连起来读就是"表生气"啊。